大家好 ,S 车道，咁嚟到尾二一条片介绍港铁同微影嘅呢个车票锁匙扣。咁啊，第十一个睇下系咩啦。都系下面搣上嚟咯。再睇唔到。好，第二轮嘅。吓、啊？喂，咩料啊？会一样嘅？我买一盒，你竟然同我重复？顶啊！你唔系俾13个我，你俾12个，跟住仲可以重复到嘅，想点？唉，咁嗱嗱，我开埋 last 嗰个啦。整件咩嚟嘅真系？啊！打鬼火！咁都可以重複嘅，我買全套但係唔想重複啊嘛。我依家就係爭咗個粉紅色嗰個小童學童。同埋嗰个神秘版，咁啊条件条款啊只限65岁或以上人士、高龄人士使用，20蚊。啊，咁就耶，11条片啊，开晒12包啦。咁呢个就系我开嗰12 pack 嗰个次序啦。咁个人觉得其实佢真系可能系随机包噶啦，咁嘅话吓，咁都可以重复到嘅。我想知道粉红色嗰个乜鬼嘢噶？睇翻微影嗰幅相够唔够清？都系小童学童票嚟噶，点解有两只色嘅呢？哼，咁好啦，今次呢个老爷嘅储值票介绍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就 like， 记得 subscribe， 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